大堂，我带小狼哥出来了，然后车子也很脏，然后今天天气也很好，所以想要洗车一下。我们现在要车子开车进去那个洗车的机器里面，然后小狼哥对他来说这是人生第一次经验，所以想要拍看看他的反应。看到没？也要进去机器里面。车子洗完了，基本上它没有什么大的反应，感觉是只是好奇，然后看这边看那边这样子。好，那谢谢大家看我们的影片，拜拜。